鼻梁桥的位置，然后调试的时候就是要把这一个胀紧轮松开，然后把这个链条，就是说调前一个格或者后一个格，然后来转动这个齿轮的位置，然后同样呢就起到一个咱调节的时候，然后这个刀位，然后切断的一个距离，这样就能把鼻梁桥的位置调到最佳了。